两脚并立，身体自然站立，两手自然下垂于大腿两侧，目视前方，左脚向前迈出一步，左脚尖稍外摆。 随即提起右腿，以右脚尖虚点地面，呈白鹤踢脚，同时左立掌，右抱拳，紧贴于左腋窝前，向前向中，连弧推出。手上的动作为将军挂印。这是 白鹤拳请拳起势动作，目视前方。右腿向右后撤半步，敞开立步，两手同时变掌。 往里收，然后抓窝成爪形，使两掌心朝上，然后内旋向下按压，发出螺旋劲。此动作为半月沉香，目视前方。 两手变掌，从下往上往前弧形托出，使掌心朝上，叫孩儿捧花，目视前方。 两手逆旋，经过转腕、沉结，使两掌心斜相对，呈双直招阳，目视前方，两掌同时。 往左弧形扬起，使右掌在左，左掌在右，两掌背相贴，呈观音叠坐，目视前方。 呈上势，左脚向外迈出一步，随即右脚提起，向前上一步。
常画眉踏架的脚上动作，同时两手抓窝成虎爪，然后左手往回拉，右手往右摆，然后先左后右往前推掌，叫黄风出潮，目视前方。两手变成鹤翅手，右掌向外旋往回拉，然后左掌向前推，使两掌心朝上，然后经过臀腕做结，呈双肢朝阳，目视前方。两手向左，两掌里收，使掌心朝里，然后向前向外分别外旋，左圆形的动作，使两爪抓回，这个动作叫狸猫洗脸，然后再以两掌根为力点向前盘击，做白鹤现爪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外踏出一步，随即提起左脚上步，然后左手从右前臂下方传出，右掌内收，左掌外旋，右掌推出，左掌回拉，然后右掌外旋里收，左手推出，呈黄风出潮。左手成掌收回，外旋收回，右手成掌呈鹤翅掌向前推出，使两掌相对，两掌心朝上，然后经过转腕做结动作，呈双肢朝阳，目视前方。两掌从前向后旋转，变成虎爪，从左边抓拉收至腹前，呈狸猫洗脸，然后再以两掌根为力点向左斜前方盘击，呈白鹤现爪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尖外摆，右脚提起向中蹬地，
跳起，两手抓握成拳，向两边扩胸，呈白鹤展翼姿势，然后右拳松开，成掌向前方弹击，呈白鹤弹翅。两脚同时向前叠进步，两手成掌往上插，做美女照镜，然后顺时针的旋转一圈，叫做请盘摇珠，目视前方。右脚撤后一步，长左弓步，然后左手上扬向前，先左后右向中提击，长仙人打鼓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外摆，随即右脚上步，呈右步丁步巴马，两手抓窝，呈拳分别向左向右弹击，呈颠斜出现。步行不变，两手外旋，以两前臂交叉向中交叉夹击，呈小刀剪芙蓉，目视前方。左前臂外旋，往外向前推格，右拳收于右腰间，左前臂弓形横在胸前，呈霸王开弓，目视前方。呈上势，步行不变，
左手外旋里收至腰间，右手同时阳臂以前臂尺骨侧为力点往下盖，做白鹤盖脖的动作，目视前方。两手同时变成鹤翅掌，左掌从右前臂下方穿起，置于左胸前，右掌往回拉，使掌心朝下，然后身体左转90度，右掌拉回一点，向下扫切，呈白鹤扑翼，目视前方。横上式，右脚斜向踏一步，随即转身90度呈正面，然后左手以鹤头手向外弹出，右掌由下往上托，置于腹前，呈青龙滚水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右脚向左横开一步，然后左脚往里收回，左掌长鹤头手向外缠出，同时右掌从下往上扬，向前拖，呈青龙滚水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然后右掌里收，向外弹出，左掌外摆，向右做青龙出水中盘摇的动作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步行不变，然后右掌里收，向外缠出，左掌外摆，以两掌根为力点向右摇，向右做青龙出水中盘摇的动作，目视前方。